印尼呢，在这一波新春呐、啊，本来呀、啊，华商业界的人都是有新春团拜呀、啊，那这欢喜的活动啊，这一波呢，因为疫情取消了，大家聚会欢乐。转一个方向啦、啊，就是付出慈善行动。看到了这样的慈善行动呢，是好几个集团那汇合起来，哇，力量可大哦！百万富呢，付出。帮助啦，纾困啦，大家人的力量合化来，那种彼此的互动、互相赞叹、付出呢，艰苦吃苦，这是一个多么美满的用心、用爱付出。也是用心付出，在澳洲布里斯本。